做提示，米影行舟见河底，舟船帮伊普天下，秘密惊魂擒宝镜，牛心正直显灵镜。我叫你酒船，你有听无？你要我酒船什么？你讲啊！我问你，伊小人唔好伫厝诶，可敢找丁王位？我问你，伊敢讲你甲你无关诶？你要我讲几遍啊？我真正甲伊无关诶，你安怎甲会使相信？好啦，那安尼你伫妈祖面头前甲我酒船。好，我酒船，妈祖娘娘。我甲丁文伟一点关系都拢无，我阿图嫁嫁对嫁，绝对袂好袂乱来。假使我有乱来，我会先无好的结果。安尼你相信啊吼？我真唔相信啦、啊。梅娟到底是要安怎？哦，这阿发啦，实在有影啦。啊，因某阿图已经酒醉好听，伊阁唔相信啦、啊。其实翁阿母应该着爱同甘共苦，若是拄着代志，着爱做伙去解决，安尼家庭较幸福美满。啊，那安尼哦，是变怎？我只好化起物件。哦，好好，恁两个赶紧去考坑伊。天妃娘娘，这伊那阿婆带吼，阮是要安怎考坑？这恁两个得动一下头脑啊！啊，动头脑啊！大爷，你听不清楚哟，考头脑啦！水行。对啦，伊那真正敢死哦，我真相信你啦。好啊啦，你讲有超过，是对啊唔对啊？咱阿婆这久啊，我提起新妇去阿张王位看，目的也咪是要赚钱。你无感受啊，搁要叫我去死？啊好啊，你今日甲我讲清楚哦。为啥会去做经理桂花因家，拢无转来？人桂花爱水呐，啊报点收费一交，我都提起因家甲推销，安尼敢唔对？我唔相信啦，无你手抓，无死好看啊！你讲什么笑话啦？我甲你拍哦！阿婆，无冤家，无冤家。对啦，翁阿婆爱互相信任啦。你是啥？我什么人无重要啦。你稍等下，稍等下吼。来真歹面相啊！对，阿玲对啊，稍等下，来，换你，赶快来看一下。我真生气啊！哈，阿玲，我知啊，恁这嘛两阿婆是咧歹面相看。稍等下，来，看一下，看什么啦？笑一下，赶快来笑一下。来，无啦，你安尼苦笑啦，爱较自然咧，安尼。啊，你是搞装笑的？对我，我哪有搞你装笑的啦？我来讲了，你也无要笑者哦，你某真正笑你笑的呢。小公我不要笑，我笑话你管。笑得了。来，你嘛笑者。对，翁阿母安尼就对啊啦。恁两阿母都爱参像即马安尼花头喜面，安尼唔才对。对，安尼就对啊啦。大家吼爱安尼笑，安尼欢欢喜，对。像恁翁阿母爱互相信任，像恁才拍拼，还有咧惊啥物嘛，对不对？人讲吼，母就是母，娶一个好母，较赢三个天公作；啊，嫁一个好翁吼，就是三代子孙拢食袂空啊。对啦，阿母爱好好啦，哈。对啦，恁讲的哦，嘛是有理啦。
参见天府院长。天府院长，你是什么宝剑？是安那吼，因一个招，阿公某就好好哈。对啊，阿公对着你的身躯边遐尼久啊，是哪唔知影讲吼，你的身躯边有一面宝剑啊？其实我并无什么宝剑，迄面剑只不过是一面足普通的剑，无法力。无啦，是啥物无法力？啊，因阿公某一个招，啊，就好好啊。这都是恁两个功劳啊。太谢啦。你是要创啥？要创啥？把你身躯贵重的物件交出来，若无你会死啊！真歹看。两位大哥，啊，我是一个善假书生，身躯边有贵重的物件啦。嗯？这，师傅，师傅，来，师傅。赶紧再五六根救来。你看老爷甲狐狸妈死的！啊，来啊，伊来啊啦！小姐，上厅的人啊，来啊啦！你莫害我好不？狐狸，小嫂，即摆已经什么时辰啊？小童仔阿袂甲小姐西装啦。阿爷啊，你莫怪小嫂，是我歹害伊替我西装。煞真啊！你这个查某囡仔是搁咧想什么啦？你若叫恁阿爹知影吼，都讲唔嘛。我不爱嫁，阿娘。我听人咧讲，迄个敖德翁是一个无品的人，伊可能阿爹是地主，有钱有势，伊都为非三族，搁强求名利。阿娘，像这款的恶霸，你谁人一定会逼我嫁予伊咧？啊，你都知影，敖家有财有势，而且。因搁几落摆拢请媒人来咧提亲，恁阿爹是烦恼讲，若是继续搁再甲伊提示落去，惊伊到时伊会找咱吴家的麻烦，那安尼，咱就吃袂大呢。唔则郭部长答应这层的亲事。阿娘，卡孙若会坚持唔答应，我家是会当安怎？敢讲伊身为嫡母，甲嫡法官关系，搁再讲。阿爹以前嘛做过官啊，咱啥物都爱惊伊嘞。人讲人才人情在，恁阿爹做官已经是古来年前的代志啊。一个下任的官，甲现任的官是要安怎去比拼啦？搁再讲，人若真正要甲咱找麻烦，咱是搁会当安怎心？假使伊若真正甲乌白来，我相信这个世间上搁有天理，一定有人有法度治伊。雪清啊，你唔通阁遮尔啊铁气啊啦！万一讲有一天代志若真正发生哦，迄个时阵后悔都袂赴啊！啊，人咧讲查某人是菜籽命，野甲倒就摊甲倒。我看你也是这命，乖乖听恁阿爹的安排啊！我袂认命，我袂嫁予迄个奥迪翁。相信总有一天，一定有一个真心爱我的人来娶我，来做我的红尘。这里，看这里。好，警告，警告，警告！小心嘛，小心嘛！划船呐，划船哈！好好好，好，小心，小心。好，警告，警告！这位大姐，甲你借问的吼，请问这敢是吴仁义吴老爷的府上？今日阮府内底办喜事啦，你莫伫咧遮啦。害我们老爷拍足衰啦！你紧走啦！你莫误会啦，
我是啊，不管你是啥人啦，今日阮小姐要嫁是赵大力的公主啦。麻烦你甲恁老爷讲，讲我是赵金龙，是伊未来囝婿。未来囝婿，这哪有可能啦？阮老爷只有一个查某囝尔。拜托你吼，无麻烦你把这项信物啊交予恁老爷。你袂使当遮啦，万一互人看到，就麻烦啦。我看安尼啦，我带你去厨房啦，明仔日见阮老爷好无？来，多谢。嗯，哈哈，哎，这阮老爷因查某囝行到后府定亲，啥物讲这吴书生哦，讲是伊的囝婿啦。哎呦，啊，若是安尼，这吴雪珍哦，唔都一路配了夫，啊，这边哪会用的啊？顶一代的约束，确实若是当交代后一代，那安尼就袂发生这么侪困扰啊。吃咯，来，请坐，请坐。你也请，你也请，请请请请。哈哈哈！哈哈哈！哈哈哈！啊，秦王啊，咱暂时哦，等下坐一坐，等下吉时来到哦，咱再正式下面。哈哈哈！哈哈哈！老爷请用的。老爷请用的。来，一个信。我想带领。王林啊，即阵小健会当得到你的喜爱，将年轻金匹配回为妻，算起来是小健你三生有幸。哦，秦龙啊，你嘛真客气，后代你生出一表人才，年轻有为，老夫能得寸家财。秦龙啊，这是我的高攀啊。王林啊，你安尼说。过欠咯，老大人啊，啊雪珍嘞，那不看雪珍的人影？你，我听到嘞，唔通无嘞？阿爹啊！啊，秦龙，不要紧，跟你表示讲吼，伊真关心阮查某囝。对啦，我先入来看卖，我再过来。啊，老林啊，秦龙，你唔免客气，你跟我坐，我这边来。不行在卡上，英雄者不求上进，今日要得钱，一点规矩都唔捌。阿爹啊，你给我听消息，五虎的家教非常严，听讲吴雪珍呢是这几年的女主，这阵的亲事我是千方百计，真无简单才救来。你若我出一条差错，破了这个婚姻，我绝对无饶恕。兄弟。我有听到啦，你放心，我绝对哦，袂晓得你失望的啦。喂，暗定一个亲情，啊，我的代志，你要知，我嘛去洋洋找迄个朱红，直接害伊。阿娘，你莫阁逼我，我不爱嫁，我不爱嫁啦。我爱嫁嘛，就爱嫁。啊，我家人已经送天啊呢，何你讲唔嫁就唔嫁哦？你吼，这是啥物时阵啊？搁予伊当要订当要张？阿爹啊，你莫怪阿娘，我唔听话，我无可能接受恁的安排。你无接受我的安排，无你是要安怎想哈？阿爹啊，请你为查某囝的幸福设想，莫让我嫁予伊的娘袂晓听我讲。真是乌地来，敖地龙虽然少年轻狂，但是敖大人啊看重你的行为，要借你的力量来感化伊。可以当修心。你讲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我无迄个才调，
我嘛当袂去迄个责任。你莫再要甲我应出应进啦。淑清啊，莫阁遮尔呾定生气啊！你呢？你先生打扮吼。阿娘，爹，莫逼我好不好？查某囝就是甘愿死，我嘛袂答应啦。啊，你这个不孝女儿啊！你。老爷，我有话讲啦。老爷，老爷，什么代志啦？老爷。 老爷，老爷，什么代志啦？老爷，什么代志？无代志，替我来处理着。你赶紧哦，给伊先生打扮啦。 小婿赵金良靠近甲附带，慢者，慢者。第一，我代志还袂信息以前啊，慢者叫我甲附带人呢。阿伯，拄则我要入来的时阵哦，看迄夫来足闹热的，是毋是有人要办婚事？你要来认亲，你敢有带信物？有啊，这是阮阿娘吼要过身的时阵，伊交代给我的啦，伊叫我摕这项信物吼来找阿伯啦。 对啦，恁奶奶当时过身，啊，恁两个什么时来啊？伫咧三个月前啦，因为吼，我替阮阿娘办丧事，所以我即摆才到。对啦，恁奶奶早唔来，慢唔来，你现即摆才来哦，是加给阿娘麻烦的。阿伯，听讲今仔日吼有人来送订，啊，这对象敢是煞真小姐？好啦好啦，这有代志哦，以后我才甲伊讲，你等下好我倒去，啊啦。 是，找伊先生办，啊，想要遐尔耍我，好，赵公主，请。刘玲玲啊，你是安只高人，一个伙仔啦。高人机早前是一个好官，伊即马有困难，阮做哪会当当做无看见，无去人斗相。 天妃娘娘，啊，像这款小可代志哦，交予阮两个去办就好啊，你哪就爱操烦？小凤妮，本座想要亲自下凡去处理五件代志，其实阁一个真深的用意。哦。你拢有看到，五煞精在过生，会当要立后结婚配赛了后，有真大的风波。本座想要借伊的造物来点化世人，爱珍惜夫妻的缘分。 了解夫妻客真正意义。杨玉玲啊，阿娘了，你要送什么宝剑？那是宝剑，迄都无什么稀奇啊。本座想要借用一个普通的剑，让世间人知影，物物毋是宝，爱惜好惜爱。对对对对，这愈普通的物件哦，愈值得珍惜哦。恁两个先等于天定，若是有需要，再搁选调恁倒转来。是。 我甲你拼，妈祖制作单位，排除一切困难，无惜重资，这是阮做节目的理念。因为妈祖在正人的心目中占上万的地位，用妈祖救苦救难，甲大爱的精神，会用咧源源传传，感化现代人。在这个社会中，有千千万万的人，只要若拄到任何的疑难杂症，就是祈求妈祖。 感谢今仔日的收看，后礼拜暗时6点，妈祖要如何解除这对翁某的困难？这对翁某如果要如何来说服伊的父母呢？故事精彩万分，绝对赞！妈祖保庇大家，阖家平安，大赚钱！
Mama sa, Maya seto ah.